来来来来来，缓重缓重啊！缓重！今天是第二天哈，太阳刚刚出来，然后下来每个人都中。哇塞哇塞，直钓！我这个应该也是了，那边刚才也中一条。 你看，全部都上鱼了，你还在睡觉啊？精彩时刻不能错过，来，你来拿来。我们还没，我把阿六从被窝里面拉出来，天一亮就咬了，你还没睡醒啊？来来来，看到鱼了，看到鱼了，哇！直钓直钓，来，哇，这么大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来抓来抓，快点，哎呦喂！ 这个可以呀、啊！哎，长尾鸟啊，长尾鸟，好鱼啊，六，第一条就是好鱼。哎呀，你这个每次脚肚都没计算好嘞！快点快点！哎，这是非常的。快点，长尾鸟啊，第一竿，第二天的第一竿鱼，长尾鸟。提起来，提起来，嗯。大红宝石。啊？ 哦，长尾鸟，长尾鸟啊！哦，漂亮啊！哇塞，四条啊！四条，四条，四条，这个线组直接报废，哈哈哈！四条，吃鸡呀！哎，一上鱼就缠，一人拉一条，我的那条给跑了，这条给散。 钓了三次了，是吧？钓三次了，这次烂给你啊！啊！哎呀，中鱼了，又挂了，又跟你挂了。所以说你要收快一点。我这个收不快，我一收最快了。对呀。哎呀，别跑了啊！现在别跑了。来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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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的啊，传到他那边去了。 来，捡钩。这个就是你的错了，不是我的错了。那没办法嘞。看啊，鸟啊，长尾鸟啊，哇，这个可以啊。鸟啊鸟啊！哎呦，你这边怎么两只都顶不过人家一个尾巴嘞？来来，再小也是肉啊。兄弟们，漂不漂亮？哇哈，美人鱼啊！ 哇，这个太漂亮了！大白天钓，这太小，这什么嘛？这种鳗鱼会咬人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这种好吃，好吃啊！是不要被螳螂咬到，这种啊会咬人，很厉害，好吃就行了。是啊，好吃。长尾鸟？什么跑不动？跑不动了？啊？跑不动。 跑不动的鱼，它比较适合散尽，知道吗？跑不动的，哎，帮我拿一下。金菠萝啊，又是好鱼啊！这个鱼听说一斤，但是这个一斤多少钱啊？不行不行，下面他们还有千岁。没事，这条跑不了，跑不了，金菠萝啊。 这个好鱼啊！六啊，赶快抓抓紧时间嘞！啊，人家一直上鱼，我们是用眼睛来看啊。黄金龙啊，传说中的黄金龙啊，什么四百？8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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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屌了，不屌了。来来来，简单吃一点啊，简单吃一点啊。那里面干粉啊，吃饱继续干活。什么叫飞机流啊？八斤的铅水直接给你飘起来。这时候流打啊，基本上大家都在休息，等流小的时候才能钓，所以说一天时间里面也钓不了多久。
看一下小鸟。哎，等了一天，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刚刚游口第一条长尾鸟就被挂跑了。晚上9点啊，然后今天都没钓到鱼，然后我们现在往回撤啊，不钓这个断绳，然后往回开去钓一个沉船点，晚上还有一个晚上，明天一天，还有明天晚上一个晚上啊，我们去钓一些经济鱼，就是黄鲫之类啊，比较保险，这个稀有品种比较难钓啊，今天总共就钓3-4条鱼，整船。整体效果都不好。咦，怎么了？啊？晕晕沉沉，晕了一整天了。下次不敢了。不敢来了。不敢了。啊？不敢了，再钓多点鱼。哎呦，睡了一整天啊、哦！洗毛，毛给卡住了，现在硬拉，看能不能拉起来。没有，没有换过。两天都没换过点了，直接拉断了，拉断啊、哦！直接拉断，真的拉断了。是，马探，咋的？昨天那个桥子这边，对吧？有西瓜吃，你马探精神了，啊？啊有吃的，你说还不精神？要睡下冷静，吃了再睡啊、哦。11点多啊、哦，到达黄鲫点、沉船点，对吧？你点啊、哦。啊，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狂拉爆掉的感觉，啊？有这么刺激？那肯定刺激的，只是看他吃不吃啊。黄鲫会吃的话，很刺激的。来下，来了，上货，活点啊，还有一堆什么破鱼网啊。哎呦，还可以啊。2斤啊，来来来，可以啊，这个够的啊，一条接一条啊，一条接一条啊，又来了，什么鱼？什么鱼？连接连接连接，来来来，比较大个，小心手啊。嘿嘿，哦，小心，一条接一条，哦，拉得过瘾啊！又是连接，这一两斤一两斤也挺快的啊、哦。哎，嘿嘿，姿势一定要帅啊、哦，这个就要翘起来。啊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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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，看到影子了，好像又是连接了，又是连接了。嘿嘿。全神贯注的姿势啊！哦吼！有啊！又是这个货，嘿嘿，没流了，要不然就飞机流，要不然就没流。休息休息，钓了7-8个啊、哦，有7个没有？7个，差不多啊、哦，7个还是8个？